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后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纯浩。今天带来的是这个上一个新英雄阿塔，好不好？人称废物阿塔。这蛮多的观众呢有私讯我，或是比较留言说阿塔这角色蛮废。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很会玩阿塔的玩家也说阿塔很强。好，那就我个人的经验呢，玩到现在啊，我觉得阿塔是一个适合拿来走凯撒路的英雄，那是很不太适合，我觉得。不太适合走辅助啊，说实在话。那这一场呢，遇到了对方拿了一个刀锋走凯撒路。那基本上现在凯撒路，如果真的要跟阿塔打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五五开，因为阿塔的回复能力太好，只要他不要被围殴的话，基本上啊，对方其实也拿阿塔没辙，要么就五五波，要么就是阿塔可以碾压，很少可以找到一只角色可以完全碾压阿塔的。有的话就必须是瞬伤型的角色，比如说叶娜或是赵云那种上市之后瞬间爆发，那就可以很容易的收掉阿塔。那这边的话刀锋像这种持续消耗型的角色，基本上跟阿塔打就很难赢，这边一个闪现往前交之后顺利收掉刀锋。那这一场的装备我们是走一个单挑装啊，那前面的带了一个钢枪呢，能够让我们在前面互打的时候有效的降低对方的物防。那再戴反甲也是为了阻止对方，如果是物理攻击角的凯撒路的话，也可以有效的去抵挡他们的进攻。那之后出岩甲，其实岩甲你可以早点出，你要第一件出也可以，岩甲可以适合拿来清兵啊。但是为什么后面出，是因为我想要先出钢枪，这样比较就有 CD 可以减少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物防装啊是很好替换的，你要换冰袍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出红盾，也不是不行，但红盾的那个。给你的那个魔量500的魔量就有点浪费。那这边这刀锋想走基本上走不掉，因为我比他先早吃掉那个古龙嘛，所以我就顺利上市。那刚刚就直接把他定在那边。那阿塔呢，这个带凯撒走凯撒的话，最好的技能我觉得闪现很不错，因为阿塔的逃脱技能其实不多，那闪现呢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逃脱技能。那再加上闪现可以搭配一技能的第二段做一个进场哦，一个团这个大挑飞也行。那这边的话被对方追到，如果直接滑起来造成缓速，我只能边打边普攻啊。但是被围殴的情况下，阿塔就真的存活率很低啊。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呢已经尽可能的在存活了。这边看到刀锋残血，我跟着维拉有一样的默契，直接一个闪现有没有？一个闪现撞过来，然后搭配维拉直接收掉。那我们带的是这个那个叫什么绝地石豆哦，所以绝地石豆有可以帮助我们回血的被动在。那这样整体而言的话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单挑神角。那我突然想到，其实佛洛伦啊，也应该打零阿塔，只要不是那种瞬间爆发型角色，一套打得死的话，那阿塔呢就很有可能把血量回起来，因为他的那个回血残血时间蛮久。那如果一套打不死，要打消耗的话，其实阿塔就很大的一个优势在，也没有说到他无敌啦，但是反正就一物克一物啊，这种角色本来是这样。那 ban pick 的时候呢，你本来就要选择。跟对方相克角色，那这边的话，其实我早就看到维拉了。我看维拉被甲虫追，但我看一下他的血量，我觉得我去帮他应该也是，我可能可以用大招帮他逃脱，但我个人就是私欲比较重，我很想要把那红 buff 吃掉，所以 I'm sorry 好不好？其实我可以救他的，但我个人就是你知道私心啊。好啦，那对方刀锋拿掉红 buff， 我就不跟他打。这边钢枪出来，我要去其他路支援。你可以看我们的鞋子，我带的是攻速鞋，是为了让阿塔呢在一打一的过程当中能够回复血量比较多一点，比较快。那这边的话，队友呢在下路应该是可以包夹，我在中路把兵线清完之后，再下去看能不能顺便捡个人头。看到甲虫丢了一个免疫，他不会再回头杀掉队友吧？没想到居然杀掉了刀锋哦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凡恩，这凡恩会不会打下去呢？应该不会吧。结果这甲虫居然还没死，我直接刚好过来捡到这颗人头 ，shut down 他，拿了400块。这边再弄一个凡恩，顺便赚一点钱。那我下来呢，就注定的上路呢的这个餐厅呢、啊、就要关门大吉啊，上塔就要直接爆掉了。很抱歉，这个上塔我对不住你啊，我直接让你在那边爆掉。但是这一个进资源的，我觉得还行。对我个人来讲，我等下回去跟他单挑的时候，我自己个人的经济会比他高嘛，所以单挑来讲会比较有优势。这边的话，我在帮维拉看线，我看维拉会不会有人来骚扰他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会帮他。我看到一个罗在中路这边，然后又看一个刀锋，所以往这边靠。那刚好用这个塔的残骸，然后去做一个墙壁，然后去撞这个刀锋。那这边呢，直接用一艘船啊！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？这虎克船长的船呢，另霸道。啊、直接丢起来，然后让刀锋呢封住去路。像这个
阿塔不是有一个很最强的一个接技吗？闪现搭配大招那个接技，成功率非常低的那个接技，数据机在征求那个大家上传那个影片的那个接技方式，那真的太难了，我们基本上实战中很难很难用出来，而且那个手速真的要很快，真的很快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上路兵线的稍微清掉了，那下一件装了出火甲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再清一波兵再去支援，因为现在队友已经给我们看到他们草丛的视野嘛，对吧？所以这波野怪先改甲甲，那对方刀锋呢看到我在这里，真的是很不敢过来，他怕怕，你知道，嘎嘎。我这边看到对方塔的血量剩一半，很想要直接过去塔杀他，但是他清兵线速度也是很快，这边只能稍微吓一吓他，跟他讲说，这个你没戴口罩，请回家。哦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先清掉这一波兵线，再做一个支援，让刀锋呢离不开上塔，那我们拿到一个先手支援权。可是你这边看到我们围栏靠近，所以我这一波进塔要塔杀刀锋也是没问题。那因为我们可以用大刀挡住他的去路嘛，但比较可惜，刀锋好像有这个仙剑之名了、啊，哦，仙剑奇侠传，他知道我们这个有队友。那这边的话来看一下，一技能加上闪现，直接压到对方爱丽丝，一个弹跳之后刀锋收掉。有没有我们阿塔的闪现就可以这样用？那这边二技能是空掉，很可惜，赶快的先离开一下。像阿塔呢就很怕这种团战，这边的话本来想说要帮刀锋，不是帮刀锋，帮助我们那个啊维拉逃跑的、啊，但是比较可惜，这边赶快用二技能拉一下墙，然后做一个逃跑。那刚刚的话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就直接连哄带骗，直接被对方骗尿尿的地方骗了大概全部的血量啊，完全没办法再进攻啊。好，现在中路的对方塞了一坨人，可能要去看演唱会。我们在这里呢，稍微的刚刚嘿跟他姐姐，这边看到对方的罗尔还想去哪，我是要引他们的队友出来，让我们的队友可以看到他们的视野。那这边的话血量，哇，这个的代价就是血量去了一半，我赶快吃他们的野怪回点血量。这时候甲虫坏坏看到我就想要给我弄过来，没事呢就想要给我从旁边旁敲侧击撞进来。那我这边看到对方刀锋在追苏啊，赶快用一个大招啊挡住一下这个刀锋的回头路，因为我们队友就准备从后面抓过来嘛，那帮忙阻挡一下啊，比较可惜，因为这个其实阿塔大招是可以，他的阻挡是会连队友一起阻挡，所以如果挡不好的话，会反而变成队友困兽之斗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你是英雄，队友直接唾弃你啊，唾弃你的坟墓啊。好啦，那上路的兵线我们就跟着一起来吃，哪里有兵就哪里去。我们这边出了火甲，现在的物防是很高，所以如果遇到甲虫、刀锋这种瞬间爆发想要把我砍死的，基本上我都可以扛得住。这边甲虫过来了，我现在稍微往后拉，那看到维拉被欺负，马上两肋插刀过来。这边还有一个罗，但罗是这种持续消耗型的，而且他又会回血，再加上我没有这个魔防装啊，所以我很可怜，一个闪现直接卡墙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那就赶快拉掉，这一波就先暂时告辞一段落，在下就先告辞啦，我就不在这里跟你们嘻嘻哈哈，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下一波的话，我看到这个爱丽丝直接撞过来，一个大招把她困在这里啊，想去哪里？想回家喝奶奶是不是？来这里就有奶奶补给站，搭配队友真的是三人吃汉集结。那这个凡恩呢，真的是我跟你讲 unlucky 啊，他就是霉运当头，我就看他印堂发黑啊，没想到这样随便乱跳，我只想做个位野跳一下，居然跳到他，这反正真的够衰。那这边看到这甲虫刚吃了红 buff， 很幸运他能够完整的吃掉自己红 buff， 但是呢，对方刀锋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 PK 是不是？很凶很凶，对方甲虫还想要来帮忙，帮你的，好，这个话点到就好。来，罗恩的话一言不合就开大，直接滑起来。我看到我们的苏血量很少，我赶快在他旁边保护他。这时候哥德尔蹲草，对方想要进草丛吃什么？吃香蕉是不是？我直接大招想去哪？回不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哈哈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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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这个罗恩你看满血直接在这里嗝屁，好可怜呐、啊！你们好，这就是什么 teamwork 团队的实力呀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团队总共实力打给你们看。那这边再出一个这个德鲁伊战甲，我这样的话回血手段就比较多，那我带的这个魔文呢就能够发挥功效、啊、不然的话那个魔文很可怜啊，我要是不一直普攻别人的话，我没办法回血，那个这个加速愈合的魔文啊就很孤单，因为他一直被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边德鲁伊战甲出来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怕他们的这个罗尔，如果敢出来跟我打的话就给我出来。那这边你可以看我们阿塔的普攻是会范围是稍微比较大的，所以我打塔以外还会打到对方的爱丽丝，导致对方的塔一直在打我，坏坏。那我们阿塔是不需要蓝啊，所以这个蓝是可以让给哥德，可哥德居然跑掉，因为他旁边草丛有鬼，我知道这有人出来，刀锋居然跑掉了，那算了，追不到就算了。我们最后一件装还是出复活战甲。
哦，因为这个复活之后啊，我们的容错率就可以提高，可以打得比较大胆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胆小狗英雄，我们虽然很胆小，但是出了这复活甲说，等下这个甲虫去骚扰我们家维拉，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在一团乱当中大招乱开完了，那我这个跟这个甲虫我还是必须杀掉他，不然这个维拉就很可怜，他一直被针对啊，但是也没办法。你说这个甲虫难道会针对我吗？也不太可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玩这个法师被针对是用卡登呼熊嘛，再待机啦。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在看我的影片嘛，知道没事就是要抓抓后排啊，看到后排就直接给他跳下去。好，现在对方一个小萝莉想要守塔，这根本就是孤城无力可回天啊，对不？你一个人想守塔，你是干什么嘞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吃的？你看对方反而想来帮忙，哎呀，帮不到，哈哈。那我们真顺利的再收掉这个爱丽丝，那赶快的位移啊，跑掉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队友。我呢，赶快吃点野怪回点血量。你可以看哦，回血啊，跟阿塔就是德鲁伊的回血呢，跟阿塔的这个残血，我们的吸血是会分开计算的哦，会分开计算。所以呢，你用德鲁伊回的血呢，不会回残血，那就比方说你还是可以再回更多的血量。好，这边的话看到对方反而还想去哪，招那个铁直接一套秒掉对方，如遭受鱼池之殃啊！他想说，我只是来这个带小朋友看鹅的啊，结果呢被鹅啄了。哦，那这个对方还有两只，还不赶快过来给我弄一下？这边一个闪现再跳回来，啊、我跳进去又跳回来了。那对方甲虫还想过来是不是？我又再跳过来，哎，对方爱丽丝对我丢了一个大招，还有不能跳。这边甲虫应该可以，没问题，200块。最后11杀1死8助攻，完美的战绩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，还想看我们的角色可以在底下留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